好，是的，各位观众，目前人所在的位置呢，就在高雄巨蛋的金曲33红毯上头哦。今年呢是相当的星光熠熠，包含小 S 以及陈美凤等人都要到现场来做战袍的比拼，而男艺人的方面呢，也有池修以及炎亚纶、顽童等人要来现场抢红毯第一帅。稍早呢，也非常多的粉丝就到现场来做聚集，要来为自己的偶像做应援。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。是的，对。那目前从哪边过来？中部。中部。对，新竹。今天等到现在。屏东。对，我们搭夜车下来的哦。搭夜车，所以目前我们不知道，原来夜车2个小时就到了，所以3点多就到了。是。对。所以目前等多久了？排队排多久了？排多久？不敢想。不敢想。对，不要问，你会怕。OK。可是你们热情就觉得，反正不管等多久都没关系。没关系，因为难得金曲嘛，对不对？一定。有没有信心他会得奖？一定会。那打算怎么给他们热情的打气一下？你们口号，如果等下看到他的时候，给他怎么加油打气？就，那我有点紧张，不知道怎么跟他讲。还是一起看有没有什么口号可以一起喊一下？就用这个姿势啊。对啊。用这个姿势。可是没有挂呢，怎么办？等下看到他总不会就。应该还是会有一些，除了尖叫之外，有没有什么口号要给他？口号吗？让他一定记得你们。终究还是因为爱。对啊，终究还是因为爱。好，那一起喊一下。好，1、2、3，终究还是因为爱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东尼，他们超专业的。都从哪里来？台北。台北。所以今天开始，从早上就等到现在。对，昨天就来，下午才下来。所以是夜宿这里吗？没有。早上8点就来，早上8点就来排队。所以对这个得奖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。嗯。那待会儿你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会给他们除了尖叫之外，会有没有什么口号来给他们加油？会有。好，来一起来。1、2、3，动力火车，我爱你。OK， 好，谢谢，非常好。会亮的吗？好，大家亮一下，大家亮一下。我刚好它会自动拔掉。还是看这个。好。